台塑集团内呢，其实有一个相当特别的人物，他呢就是王永在的大女婿林丰清，很少呢在媒体前曝光。不过呢，台塑的员工眼中，他是个拥有天籁之音的台塑歌王。浑厚的嗓音，陶醉投入的神情，这位 PRO 级的声乐家就是王永在的大女婿南亚塑胶协理林丰清。素有台塑歌王封号的他，站在舞台上十足巨星架势。林丰清其实拥有傲人经历，政大硕士毕业的他曾经在大学教书，还是个专业会计师，后来娶了王永在的大女儿王雪清，在王永庆要求下进入台塑，现任南亚塑胶协理。虽然事业受到岳父肯定，林丰清最大的快乐却是当个听众满天下的歌者。林丰清不但曾经到钢琴酒吧驻唱，到金控晚会和台塑尾牙表演，甚至录制过个人专辑，发片量还高达8000多张。从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英文、梵音、日语到台语歌，全都难不倒他。台塑的驸马爷王永在，王永庆的大女婿林丰清，除了为集团打拼，还有个特别的梦想，就是当业余歌手。礼拜五晚上，他终于圆梦了，开了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，台下700多人都是台塑的员工、亲友。台塑化董事长王文朝、台塑董事长李志村、东钢董事长侯真雄、李前总统夫人曾文慧和女儿李安妮，是谁有这么大魅力，让这些政商名流齐聚一堂？在舞台上引吭高歌的，原来是王永在的大女婿林丰清。担任南亚塑胶协理的他，其实有一副好歌喉。这场演唱会处女秀只邀请700个人，全是台塑员工和自己的亲朋好友。会中另一位受瞩目的演唱者是秋蝉的原唱名歌手杨芳怡。很久没公开亮相的他，会和王家女婿携手开唱，原来是因为他也身为王家人。王永在的女婿林丰清和王家媳妇杨芳怡大方秀出歌唱才华，也透过天籁般的歌声，让向来低调的台塑集团大家庭难得聚在一起。记者陈明乐、林亚南。现在 Catani Enchant Melody， 意大利。
속에